Jelly Baby 微博晒出一篇微博视频，给粉丝送上福利。为了显得可爱，他用了美颜，可是大宝贝美颜用得太重了吧，这滤镜效果反倒觉得人很假，而且莫名有点男性化，真是奇怪。送上几幅截图让大家鉴定一下。 Angela Baby 本人颜值说实话没得潮，身材也是很好，最近他上了一个舞蹈节目，露出小蛮腰，作为妈妈这身材也是福气的很。 Angela Baby 的视频截图眼睛也是格外的大，让大家都觉得大宝贝时不刻不在瞪眼睛，可能是因为他的眼黑并不是很大，眼睛却过于大，如果不是用力瞪，而是就常这样，也确实不是太协调。其实他不瞪大眼睛也挺好看的，总是瞪眼睛让人觉得他总是显得很惊恐的样子。 Angela Baby 的嘴角也是特别的弯，裂开很大，现在很多女生整容也是特意去整成这样，而他的每个个五官都显得很浓墨重彩。